嗨，大家好，今天呢想跟大家分享一下我前几天刚刚收到的两个新生儿的礼盒，那我们就一起来看看里面都有什么吧。第一款呢来自 Kind， 他们家呢主要是卖一些喂奶相关的产品，比如说吸奶器啊、奶嘴、奶瓶这些。这是我收到的，它这里就是一个奶嘴，然后这是个盖子，里面这个是宝宝可以吸的奶嘴，有各种的替换的头可以选择。这里是一个更大号的，这里还有一个存奶的袋子。最后呢就是一些说明书以及打折券，这就是所有的东西啦。这一款来自沃尔玛，这个我觉得性价比很高，因为它是完全免费的。首先有一包宝宝的纸尿裤，还有给敏感肌使用的湿巾，一个特别可爱的奶瓶，130毫升的，里面还带有一个同款图案的奶嘴，宝宝可以使用的身体乳，这里面有两个防溢乳垫，还有两个装奶的袋子。最后同样的呢就是一些广告，这个牌子也很不错，还有一个信封，信封里面这个还蛮贴心的，就是每个月的这样一个数字，方便以后给宝宝拍照用。它的背面呢有一些广告信息，这就是所有的东西啦。